太傻眼了，刚刚都是自己上车就好。有在录吗？有啊。啊，好香啊！这是小熊水果糖。这是什么？半寿这个半寿菊嘛。把它搓一搓。嗯。很香。来，这它不破而已。来呀，这是蜜。好像我。再一次来。真香呢。这是柳树啊。柳树。上次那个卡通说什么？秋天的柳树像下雨的声音。今天天气有没有很好？啊，本色是酸性的，适合樱花类型，然后碱性的就是桂花树。来看我，来三二，小红妹妹。来来，我帮那个小黑豹拍一张。有味道吗？有，有味道吗？小猫咪，你要不要闻？小猫咪要闻闻看，有味道。什么？好香啊！哦，这个好香啊！这是贝尔的玫瑰花呢。对 ，Beauty and the Beast。我比较喜欢这种淡淡的味道。哇，这里。小猪可以大头针啊，大头针，冲大头，是大头，超级大的头，对，就是那一排啊。高一点，掉进草丛里面，你会掉下去。然后有蛇在咬我。送一杯品尝你的美，留下春意的嘴。呜，花店玫瑰不是些拖鞋，干杯祈求不刷对街，微笑在天上飞。好，再听一下。打到屋顶，扣一声。捡到了吗？没有，刚才是那个绿色的。绿色的。对，这已经掉很久了。对，这一颗有可能。很可爱的，很可爱。
来，给 GoPro 看一下。给 GoPro 看一下来。GoPro 小小熊。嗯。要看的很多。再选一些有趣的东西。哇！我们真的打到了，好好好，为什么吹不着？因为它还没有很成熟。这个给我，这个给我。有一点芋头的味道，哎，对，芋头味，有一种芋头味。你要闻这只，闻这个啦，这个那个没有味道。哎呦，有芋头味，这个有一种芋头味。嗯，滚啊滚，有一点芋头味的感觉。这塑胶味，刚才这一颗紫色的，这才有芋头味，比较味芋头。嗯。你看那只蚂蚁。嗯。对。旁边你们看看。跑这么快干嘛？我遇到一个想追你。等等，小心，我是大小姐。影片请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见。